这个是今天早上进来的那个泰师，那这次这批的非常漂亮，我蛮满意这一批的，又肥，头流又大，尾巴又挺。可是选完之后发现都是公的，因为有几只母的是尾巴来的运送过程中都折到，就没有，所以这几只都是精挑细选。那这一批因为比较大只啊，所以我们这批是倾向那个检疫驱虫两个礼拜后才开卖。可是我不晓得看不看得到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黑了，又有点肥啊。我开灯给你们看哦。这个真的肥子出个乌啊，尤其它尾巴它展开很挺，啊，我现在要用鱼缸没有空，你们先紧急看，等我鱼缸盖好再说。空间够大，尾巴整个展开，足水耶，很像蝴蝶的那个两个尾巴，靠腰蝴蝶没那么肥。给我时间，来你们先看。肉包啊，肉包面。